1月23日讯，成龙在 Happy Together 3上自曝曾交过韩国女朋友，引发惊讶。最近成龙参加了 KBS Happy Together 3特辑，成龙与朋友们的录制，他透露17、8岁时在韩国生活，有一个交往了8年左右的韩国女朋友，当时女朋友既不能接吻也不能随意出国，恋爱很不自由。当被问及分手成名之后有没有再次见面时，成龙表示曾经见过一次，再度引发在场人员的好奇。韩国女朋友8年，